怎么接触这次活动？对，就是我们通过乌拉到这儿以后，说了它的来意、目的，主要是促进环保。正在实验阶段，比如说，它制作自己制作的仪器，通过实践证明，对社会、对大气、对人们的身体健康都有益，很有好。你对这个项目对环保，我希望这个活动坚持下去，把这环保的意义坚持下去。因为这个地球属于全人类，对吧？如果我们不环保的话，那将来不可想象。就这样。个人可以做什么？我肯定就是从各个角度，比如说家庭用电方面，有车不开车。骑自行车，跟任何熟悉的人宣传这个环保的知识和有益的好处，是这样。你是给你觉得现在环境比以前大大有改善，尤其通过2008年奥运会之后，原来我们城市的建设规划四环之内。还有烧煤的，后来全没有了，用电取暖，用电来做饭，就是生活必需品嘛，都改成了无污染的。比如工业区都外迁，政府下了很大的力，中央很支持，就这样。好，说一些你要再说什么吗？我要再说什么？我非常支持你们的活动。我特别欣赏和赞同你们这样的人，是这样。谢谢。